如果他出现的话，我会要求部长当面道歉，并且在下台前撤销黑章、撤销科长、撤销黑章的账户啊，并且马上下台。我大约是在9:30的时候，我们派出伙伴，然后试着联系国民党大党鞭赖世保委员，然后都联系他，然后希望能够让他取得一个协商平台，然后我们希望他能够负责督促。职位召开，同时在这里职位召开内容上，我们希望他只针对各纲黑箱各纲议案专案表决，而不要再包括其他议题，不要再包括其他相关的法案。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召开临时会？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应该说召开临时会的时候，就算成功召开，就算成功过半数，他们也其实我们也知道临时会并没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。那么，其实最终的决定权，最决定各纲要不要这些，都是在教育部身上。那我们就看这教育部现在的诚意到底到哪里。既然我们不会再往里面冲撞了，因为这是非不会，对，因为这是超级违法危险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法，我们应该说这一次我们已经在向教育部抗争过非常多次，那小米如果说这次真的再没有的话，我们是会放弃教育部这样子的管道的，因为我们就觉得这边就是单纯的没有人在这边可以说，就我们应该说我们一直都准备好要冲进来的这个计划，我们计划早就提出来了，那其实也是可以说也是用蔡定慧教授在脸上面公开发文 AB 计划，很早就发文，我们很早计划好，只是今年完刚好可以用就把计划用，他这阵子有事前规划，然后等到一个好的时机就用，就是他现在宣布新旧课纲并行，那不是新旧课纲并行，就教科书并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对，已经非常多书上印好书，老师也选好书，而且老师是要统一之前统一表就选好书，对，所以那这些是有变动成本，然后就是有非常高的那个成本在那边。那也不是说你今天啊，我先限制你只能选新的，然后限制很久之后，突然说啊好，其实你两个都可以选，这根本就来不及。每个人都要准备时间，不是说换就换。所以这他故意制造了很高的成本，所以其实就算他最后开放了，但是真的要换回来的有非常的困难。学生从这边进来。后面的学生，我们这里好不好？学生从这边进来。你为什么在这？就以治疗为界。好，正常。但是其实我们很好，那排不要再前进，那排不要再前进。